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2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的特邀赛，也是被称为叫围棋的传说国家对抗赛。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刘晓光老师做客演播室，和我们共同关注这个应该说很有意义的一场赛事啊。嗯嗯，好，刘老您好。你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呢，是这个刚才介绍啊，这是等于元老赛。嗯，这个三个国家各出两个人，都是有代表性的两位，都是元老级的。对，一共六位棋手。六位棋手，这六位棋手都是这个我们围棋世界当中的传奇人物啊。对，这六位棋手呢，我不陌生，因为我比较老，所以跟他们六位呢，我都对弈过，都有过比赛，都交手过很多次、啊。对对对对，所以呢，这六位选手，都大家比较熟知的。今天呢讲呢是韩国和日本，他们之间的对决。是，这个也是第二循环了啊。在之前呢，前第一个循环三轮对抗下来，日本队呢目前还是一盘未胜，那么韩国队成绩最好是四盘棋全胜啊。对对对，现在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今天的一田积极。对，一田积极是一田积极九段。对，因为这个疫情关系，三个国家的棋手都在本国，在网上对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啊，这个是一田积极和李昌镐。对，这两位应该说也是一对怎么说苦手吧哈，因为这李昌镐九段当年是最巅峰的时期。大家就一致认为好像他的苦手就是一田积极九段啊，从历史成绩来看确实也是这样啊。对，一田积极九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李昌镐九段保持了连胜，好像是有长达8年有6连胜。但是这个在棋界李昌镐过去是一个丰碑，曾经在一个时间称霸世界，曾经有过那么一个辉煌时期。但是一田积极呢，相对当然是不像李昌镐那么辉煌，但是呢正好是对他是苦手，因为那当时李昌镐谁都能赢，是，但是呢对一田积极成绩不算最好，是吧。很有意思啊，今天又是这两位老对手啊。好，交锋。那么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啊，一边跟大家看棋一边聊。好的。一田积极对李昌镐，一田积极之黑。是的。是吧。我这个方向。这个李昌镐跟一田积极虽然是这个老对手啊，老对手。这个一田积极，你看这个从形象上传出来图像来说，你看头发都白了，这个岁月不饶人啊。哎呀，是啊，一田积极九段当年真的是美男子吧，可以这么说。啊。非常年轻帅气。这个一头白发了。好，挂角，对，挂角，就挂着角。然后呢，他是脱退，这是一田呢，他就走现在这个是老定式啊，对，脱退定式。现在最近这个都是走的脱退，我看很多，是吧？虽然是老定式，好像 AI 也比较推出。对，推的都是走，我以前都是加工的很多哈，我看，这个是不陌生，像这样的定式对，不陌生，下的很多。对，比较普通的啊。然后呢？接下来我看看。接下来是吧？黑棋是不是这个继续来走这个了？走这个啊？对，这是一田积极，他是直接走的这个。这个当然也有个点三三的啊，这个也有推崇点三三，但是他这个逼住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现在下一步呢，这个李昌镐来了一个他比较熟知的一种下法，他走什么呢？他先点一个啊，点这个。是不是、也是对于小木二尖，先试一下，试一下硬手，一般是你要走这个。然后呢，它是这个地方，是吧？对。最希望的是什么？最希望是你搬，我退，你立，对吧？这样白棋就先手便宜了。他是希望走成这样，这是那个，白棋的一个理想的，比较满意的进行。对这种形状啊。
这是他施展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个伊田基基啊，他下的这个招数呢，走在这里，这个是比较好的。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套路啊？哎，不，在这个如果就范走这个给你退是不好的，搬下来直接搬下来也不好，被断了之后啊，怎么走啊？这个黑棋不太好办，唯独走这个，哎，变相的不直接走，这是一个好手段，适应手啊，哎，好手段。白棋怎么应对？哎，如果说白棋寸土不让，比如说立下去啊，立下去，那就跟他这个啊，这个就是实战有点像了，搬下来，哎。那么他实战呢，他是先挤一下，这个是黑棋应手啊，是正确的，是要走这个的。这时候不能走别的，走别的这一段就麻烦了，是吧？这一段就麻烦了。哎，这样白棋断点，黑棋的断点太了。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所以这个是要忍耐粘上，然后白棋你说要立啊，要走什么，这个看白棋的了。啊，那么刘老先挤一手，是不是白棋要稍微便宜一点？哎，对。这个是常规的，一走这个，第一手走这个，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应对的手段，次序手段，先挤啊，是，就像一个常规动作。先挤，然后现在再立。这个立啊，李昌镐这个立啊，倒是好像有推敲。这个立啊，李昌镐这个立比较硬，比较狠一点的。走在这里呢，也是应该说 AI 也是推荐的，说是靠一个。如果说这边没有子的情况下，对，直接点二路，黑白棋在上面靠住。哎，对，这是比较普通的。对，现在多了这个交换之后，仍然是要靠。这个是靠一个呢，从总的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手段。哎，如果靠一个，你不管是搬哪个，我都是跟着硬搬这个，我跟着对硬，这两个交换不受大的方向影响，不受影响。那么黑棋可能是搬这个，然后你再挡，哎，这个跟着走就行了，哎，走这样这样这样，是吧？这样子黑棋如果度过，哎，度过这样，白棋上面打一下，哎，就是说白棋应该这么下，这是比较普通的应对。应该这样，就这样的话，应该说白棋还是厚，对对对，比较厚。但是白棋呢，李昌镐选择的他是立的，比较强硬，比较强硬，然后被他搬了。哎，实战就这么下的。如果你退这个啊，不是，如果断的话，他贴一个，这个黑棋就比较满意了。是吧？对了，如果这一贴，这个贴啊，就比较狠，这个比较狠。瞄着这个扳，哎，对了，白棋如果长，哇，这个太大了，太大了。这好像打吃就把它吃掉了。你好多种打这个也行，都可以，就这样也可以，比较好处理。这样就可以，这样就这个太大了，是不是啊？是的，哎，这样是不好。所以扳的时候，白棋也不敢走，走这个会被贴起来。所以呢，他实战是走的这个，加一个，他是立的，立下去，对，哎，刘老现在可以粘吗？粘并不那个什么，不见得便宜，这样白棋可以粘，对，粘上，还瞄着这个，哎，对对对，并不那个，并不推荐。这个时候黑棋还是要长下去的，哎，他是长立下去，对，立的时候白棋现在就是简单的挡住，哎，你要。断的话，它是会拐过来的，会拐过来。哎，这样拼，哎，你要是在这儿动啊，并不合算。这现在看出当初这个二路点还是很有用的啊。是，现在是这样。所以实战，实战这个下法，实战这样走，它是立的，然后呢，白棋，哎，对，白棋挡住，然后黑棋粘上。这样的话是黑棋比较满意，把这颗白子呢就割裂下来了，因为这个子啊它还有点利用，这个割在这儿多了一颗子啊，总是这个损失比较大，从效率上来看，这个损失大，白棋还继续长，是这样吧？是的，这个结果算下来了，白黑棋落得先手，应该说黑棋是满意的，应该是满意的，在这个结果来说啊，满意。黑棋在上面二路掉了，抛出一个小诱饵，
但是这一系列的交换，对，其实应该总来说还是稍赚是吧？稍赚，但是呢，这个棋局啊还早，哎，虽然是这个，满意得分，甚至这个比分呢，看这个我们现在都有 AI 的参考啊，都得了不少分，嗯，哎，这个一下子这个比分呢，这白棋可能也就剩20多分了。就是胜率，胜率啊！但是呢，这个棋局啊，这布局啊，还早得很，哎，这个就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好的，接下来点三三，对对，这个点三三也是现在 AI 比较推崇的一个下法，他们两个也都用这个。其实一田九段啊，嗯，我觉得对 AI 的招应该是很熟。是啊，他。在我们这个中国野狐网上啊，注册账号叫 Tiger，就是老虎的意思。下了跟这个金毛，也是一种 AI。AI 下了很多盘。哦，而且他用这个网名呢，也是和这个日韩的很多高手，中韩的吧，很多高手也是经常下了多次。对，是个有，我听说了，说是这个一田也下的很多这个网棋，然后也比较努力，嗯，所以他是有研究的。但是这个一田呢，你看那个白发怎么那么多呢？最近也有说这个一田呢，这个最近就是说就是别的事凡事比较多，是，这是有这种传说，有很多风波啊。所以我看着他这个白发，我是觉得的确看有点，可能是有点多，有点唏嘘是吧？刘老看着，是我们继续看。对，但您看这个李昌镐九段，从画面来看，嗯，我觉得和10年前没甚至20年前，我觉得。变化很小，太多的变化。对，我李昌镐啊，如他的棋一样，还是那么稳当的一个啊，稳稳当当的一个人，然后没看什么变化。是。哎，他呢，从这个形象来看呢，没啥波动，而一田我觉得已经白发上头了。我记得大概几年前吧，嗯，一田纪基接受就围棋天地访问的时候，是就聊起来了啊，我们就说。这个一田老师真的年轻时候非常帅啊，非常英俊啊，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然后一田老师说：“哎，你们没发现李昌镐其实长得很帅啊？”哦，说的就很有意思，就聊起他的老对手了嘛。啊、因为这个一田和李昌镐对一个小花絮，啊、确实是也是为棋迷们所津津乐道的这么一对苦手吧，啊、是吧？尤其在农心杯上应该说是最著名的一战，就是第七届农心杯啊，当时前六届全部都是韩国夺冠啊，只有在第七届当中呢，这个日本队就是一田担任主将。说到这话题，现在他们这个三队选手三个国家，每个国家一对哈，他们总共才下了这个分别跟对手下了两局，是这样吧？是的，哎，现在韩国是2连胜，嗯，日本是2连败，对，是这样。现在他们两个今天对决，是吧？对决，哎，这个希望这个看看这个局面啊。他们今天是日韩，然后明天呢是中日，嗯，还是这样吗？韩国跟中国中日，对，然后第最后一轮是中韩，这个我们就从这个比分的胜率了，就能看出最后的它分别的名次就出来了，是吧？是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棋，看棋啊，把这个丁士走完之后啊，这个黑棋落得先手，然后呢，从这个角度啊，我过去觉得黑棋能够先抓一个子啊，应该是步调还是可以的，喜欢下黑棋的。现在不管走的什么呀。现在的局面应该说黑棋还是不错，是作为一田的黑棋还是不错的。黑棋它是没有点三三是吧？它是挂的，是吧？对，挂角不点三三了，然后飞了，然后呢走了一个这个常见的定式是这样，是不是 AI 的定式？这是 AI 的推荐的，是AI 这个一田，你不知道他比较对 AI 很熟吗？但是 AI 推荐的这个，这是最喜欢的 AI 的定式，然后李昌镐。对，这是李昌镐，这跟着这个走这个，普通的一个应对。李昌镐九段对 AI 的熟悉程度我们不太了解、啊，应该也都该也现在棋手啊都离不开 AI 的一定是看过的。哎，对，
应该是不会说一点研究没有，不可能。因为、这个、然后白棋走的这个，对，因为李昌镐九段啊，他现在还是应该还是现役的棋手，因为在韩国的比赛、我看大多数他还是在参加的，就参加的也比较多哈，比较多。虽然说李昌镐已不是当年的李昌镐了，因为现在这个年轻啊，申真旭啊什么朴内华，但是呢他这个应该还是说宝刀未老吗？还是怎么说？这个李昌镐，我最近晚上知道的成绩肯定不是以前的，是还真是不是说当年，这个没办法，到年龄到了，或者李昌镐已经、这个他其实已经啊，就是我觉得他就回归到这个正常生活，就是说不是说像那过去就是一线那么拼的，从巅峰上面好像是。他心态，我觉得李昌镐啊，心态没怎么，就是很平稳，是是是，就不是说像过去那个争胜负那个年代了。享受围棋，享受，享受生活。现在实战就这么下，好，对，我们看这个棋，现在他交换了一手之后，现在黑棋把这个头拐起来，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地方脱先了，他也不长了，这个交换一下再。对，如果不交换，他是怕这个点，这个呢就你形状不太好，然后又进攻，那么交换一个呢，你如果再走这，他有可能冲了，往下冲了。如果我渡过，那他就断了。他这样多出一个这个呢，就白棋不好办。对这四个子是有帮助的啊，帮助很大。这两个交换就不同了，至少这个点就没有了，暂时不行。对对对，点是不行的。你可能只能是比如像这一类的或者这一类的是吧，点的话它就冲断，这样的话它有一个交换之后它就脱先了，它就拐这个，这个也是一个眼见的一步大棋，是啊，很大，但是它有说这个要补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啊、上面这一跳，对，跳左上角基本上就是黑棋的实力，对，把这个补上，这个木很大。如果你拐在这儿呢，它白棋的下法就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尖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好棋，相当于拖有点接近，但是尖一个呢，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手段，是，要挤都还原了，这样等于拖了挖粘等于还原，这样，是这样吧？是的，白棋现在是李昌镐长的，这个时候是应该虎一个可能更有利，因为你打了长这个呢，被白棋活脚有点太大，是吧？所以你可能是要走这个的，然后呢，白棋再走这个形状呢好一些，这个白棋讲眼位更好、眼位更丰富，你看这个形状比这个比他的实战好一些，实战你看走这个。也是白棋要吃这个，然后他走这个，这是李昌镐啊。同样是白棋在这里要花上两手棋，对，看就是哪个形状，对，这可能也是可能这样好一点，这样好一点。现在他是走的这个，好，这样走完这个之后，黑棋走什么了呢？黑棋啊，黑棋没有往这儿走，是吧？他没有，他是选择这个棋，反正这个也很大，还有这个也不小，说这个也很大，往这中间走的，因为下一步啊。你这里都是有一些利用这个飞，是不是啊？这个有点先手的意味、先手意味，可能是白棋往这边走，然后再吃这个，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他实战拆二的，这个拆二有点软弱的感觉啊。拆二，拆二倒也是，虽然很大，大场啊，虽然很大场，但是好像不如跳一个啊、跳一个比较。因为墙这面墙的那边都有大的，他拆了二之后，白棋就把那个立了。如果说刘老康才黑棋跳，对，白棋同样是立的话，黑棋就往这面走了啊，这个步子就不会拆二了，就可能就往外走了，至少在这里，是吧？这也是一种构思。对，实战他拆二啊，这个拆二比较稳，稳当了，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尖一个，你看刚才说你要走着被他冲断，那尖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位置。如果你搬在上面，他有可能跳这个，好像。啊，这一跳基本上这块棋就他可能跳这个活了。搬也可以考虑的，他跳完你再立那个，对吧？
现在李长浩稳稳当当的在这煎，看着就不起眼，但实际上这也是个要点啊。它是贴的是吧，贴一个，这样交换完了之后呢，它把那个力力一个非常大非常大，因为你这个棋啊，一直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步棋，把这个吃掉很大。这个不仅是目数啊，它主要还有点的，对，不仅是这个地方有个点，还跟厚薄有关系。对，而白棋立完之后，这个飞是个要命的棋。哎，这飞就是非常大。如果再被白棋飞到的话，黑棋很难受。对。哎，这个棋呢，你要走这个白棋，倒是我觉得，本来刚才我还觉得这个形状好。嗯。但要这样的话，被你走上，我先手走这李昌浩，这个并非就是。并非是哪个好，我觉得现在很难说了。嗯至少实战的进行来看，实战进行这个我觉得很舒服，这个白棋的力量，因为它拆过来还是步伐快一些，这个有点舒服。扳住，对，这样的话白棋能够先手压完，这对这个呢来说它也是加强了自己。这个也许走这个怕扳完之后，以后是不是眼位它讨厌，直接它就顶的，普通是要顶的。好，他走在这里，这样的白棋还是要补一手，补一个。白棋的形状呢，也好像这样的话，白棋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他的就是说这个形状打得很开，这又真是比较符合李昌浩的那种风格。哦，哎，不知不觉看着觉得哎不起眼，但实际上啊，你他总是能够保持这个局面的均衡，对，也不着急，对啊，像我这种就是官子不太好，或者怎么样，有时候觉得总想多占点便宜，他呢总是下那种本手，然后下的哎，这就是李昌浩，哎，对，这就是他的风格，风格，好，我们再继续看啊，他飞了之后，黑棋呢？虽然刚开始这个地方觉得很舒服，但是走着走着目也不见得就多很多。没错，其实刚开始这个变化应该是黑棋得分了。得分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胜率看啊，好像双方的这个比分胜率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了，走了几，因为这个拐当时要走在这里呢，可能比分会拉开一点。但是当通过这几下之后啊，这一下被他打散了。啊，接下来黑棋跳。跳这个。这个头跳这个大吗？他怕搬了长吗？难道不是这面大吗？或者说还有没有心情跳？因为他这个是拆二，拆二了，或者说走在别的什么地方？好，暂时一眼也看不到特别明显的好点，特别明显的啊。那么，所以一田九段呢，就中间跳一手，跳了一个。当然，这个跳呢也是一个本手，本手是吧？对，本手，堂堂正正。白棋把这个打一下是他的先手是吧？这是他的权利，这是权利，对，打一下，然后这个点一个，他先在这里刺了一手，刺一手，这是他的先手，是吧？这一次要刺吗？这个怕什么呢？对呀，是怕将来是这个吗？这个不怕吧？怕冲断吗？也许这样说，他怕的是冲断，断这个，那我多刺了一个之后呢？这个就没有了，这个我就明显哎就切死了，把这两个子就他来不及这个，这个时候实际上这样，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刺也来得及，来得及吧？目前也来得及，就现在刺也来得及。对，他暂时，但是这个刺也没，可能啊，他觉得那面也不怕，就行了。点这个，这个我觉得比较舒服的，本来我一直觉得这个很大。因为下一步这个是先手啊，有下一手啊，这先手，这一步能到成这样，还是很舒服的，这还是很愉快。哎，但是现在被白棋先动手了，点你这要挡，然后再一靠，他变成先手了，这个白棋还是舒服。有时候啊，就是当对方这个棋子落到棋盘上之后，你就发现这个点真的很大。这个白棋能够先手便宜着，还是很舒服的，所以白棋这两下还是哎先手便宜了，效率还是，你看这个马上就这个地方是的是的，一来一去它是个先手啊，然后白棋给它开始这个叫
走常规的聘募了啊。哎，这个搬了厂，搬了厂，这个下法也是。他也在继续威胁着你啊！你要不走，我这一拐你也受不了啊，对吧？你还跟着走啊？他该应该是走这个了吧？嗯，长啊，这个这种搬了长就感觉很有功力。再来，是吧？他主要威胁的你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是先手，对吧？这个是先手，你这个没有活，下面只是一个眼，这几万人是后手一个眼。对，哎，你这个饼呢的威胁着你。通过你跟着你走啊，这个我两边定型，哎，这个下法还是不错啊。然后呢，断吗？断了。断了。嗯。断的，因为白棋啊，自己气确实还是是紧一点。这个地方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有点味道吧？有点味道。一拐，白棋如果。挡住，挡住，对，是不是有一段啊？段目前来说没事是吧？目前他暂时不怕，暂时是不怕。哦、但是呢，这个棋就是说有一些有些利用。但是这一代黑棋好像有些先手。但是、哦、是有一些先手，有些利用，或者是这个是肯定行，断这个他能跳，嗯，暂时是没有事，暂时是没怕，没有事，但是呢，这个棋啊。就是说，他有一些各种的利用，嗯，白棋要小心，这里不能过于用强啊。他是走什么？他是打了一下，哎，长一个，然后呢，他挡住，切着这个，嗯，还在威胁着他，威胁着他，嗯，断这个，先立一手，先立一手，这是他先手啊，对，然后现在。断是他的先手，断先手，断可千万不能走这个，千万不能走、啊、这一。你如果走这个，这一拐麻烦了，出棋了。不是这个麻烦了，一挡，这一断，嗯，这就麻烦了，这就完了。这个白棋气紧的缺陷就暴露了。不，这就不能不知道我下在哪里了，这个不知道下在哪里。因为没有了没棋下了，没棋下了。如果吃这个，双脚吃了，这个显然双脚吃。打吃这个也不行，那也没有了，这个一长也不行。对对对对对。如果粘这个，那也没法下了，白这个子吃掉，对，这个角就一下子。对，千万不能这样。被黑吃回去了。对对对对，这个所以呢，这个棋断的时候，老老实实的补住最好，最好最好补住，哎，必须的。嗯，这个是必须要走这个的。嗯、然后黑棋这面再说了，嗯。黑棋现在单长。单长好。来棋摆了。把这个走掉，不干净、哎。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走，但是这个下了之后啊，白棋也是叫有收获的。嗯嗯，这个战斗啊，应该说是白棋比较喜欢。而且这个棋呢，我怎么觉得这随时都是有威胁的，有威胁的。他现在也没必要，如果像我凶一点，我都可能这样。但是呢，这个棋我估计啊。这个要去吃它，可能还不容易呢。啊，想吃这个黑棋，哎，进攻没啥意思。它这个铁头在这里，所以呢不必要。它先捞实地为最好。你要是拐一拐呢，它就跟着走也没关系，这也不怕，是吧？所以这个还是能体现对李昌浩九段的风格、啊。这个我比较觉得这个白棋下的比较舒服。哎，这个下法，这种下法，白棋又捞着空，又拽着你。我觉得挺好，嗯，看着这个白棋啊，形势还是不错啊。我们现在已经跟这个比赛完全同步了，同步了，嗯嗯。比赛呢也是中北京时间12点开始啊。农心杯呢这个特别赛啊，采用的用时也是和农心杯的正赛是完全一致的、啊，一样的啊。每方一小时的保留时间，然后是一分钟一次，只有一次读秒，就必须这个。把留时间用完之后，必须在一分钟之内。这就是传统的农心杯的用时，对吧？对，哎，这个其实是挺快的一个棋，很快，最后一分钟读秒啊，嗯，这个来不及再多余的时间想了。对，这一次这个中日韩啊，啊，三国各邀请两位棋手，听说棋手的人选也是韩方指定的、啊，指定的，嗯，他们这样的有代表性。下了一个像是元老级的这个，再重温一下
这个当年的这种三国擂台赛啊，或者农心杯的比赛啊，他们也有代表性，嗯，凑在一起呢，可以有话题吧？对对对，我觉得很有这个意义，也很有话题。比如说，我觉得他们这六位棋手，可能不管是哪两位交锋，嗯，应该都有很多故事啊。有故事，因为这个伊田，你看还在搓他的手指头，这是他的对决的小动作吗？小动作，但是伊田从这个棋局的进行当中啊，嗯，我是看好李昌镐的棋。从这个棋的内容，你虽然呢前面是便宜了，但是我这从感觉上，这伊田这个状态啊，真不是没有当年那么凶猛了。嗯啊，这个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李昌镐，虽然没有现在这个年轻人那么锐利哈，嗯，但是还是李昌镐。现在伊田看到的画面上看到李昌镐九段，李昌镐九段戴着口罩，他真的刘老，你觉得李昌镐九段真的没什么变化？虽然戴着口罩啊，不能，他没有摘下来，对对对对对，我们看不到这个整个的对容貌，但是这么看起来，我觉得也看着也没什么特别变化，三十岁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我觉得跟十年前基本上没啥变。李昌镐九段是75年出生，嗯，那么今年是46岁啊，嗯，可能还没到。对，变化不是很大。李昌镐还是一个很稳当的一个那样，他的风格永远是不变应万变的感觉。对，李昌镐九段呢，在农心杯的历史上应该是，这个胜局数最多的棋手，最多的到目前为止是19胜三负。哦，这一数字，对，这一数字至今还没有后来者超越。对，啊，李昌镐是。不得了的，被这个誉为叫，啊，当时在农心杯叫韩国的这个铁门啊，铁门。嗯，李昌镐呢，真的是这个在围棋界那是，不可不说的一个人物，里程碑的人物。李昌镐是相当的厉害，在韩国，他能够那么长时间，的确他有他的独特之处。是，不是一般人。哎，好，我们看见棋局，又。进行了一些，进行我们跟上啊，跟上棋局。好，现在黑棋点，点了一个，终于是他的先手，啊。这个点完之后，他是跳的这个。对，嗯，跳的这个，这个，对对，在这里是这样呢。跳呢，就是说，哎，你冲呢，我能度过。这个呢，虽然是很大，嗯，目是很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白棋可能啊。他会走中央了吧？他实战也走了，已经走了，走中央。他那不会跟着走了，这个搬那个不得了。他压了几个之后，这个我觉得他小心他这个棋啊。是的，实战就这么下的，对吧？再来压一个，好，压着很舒服啊，长一个。连压两手之后，现在压了四个。把刘老师的这个尖，哎，对对对对对对，一直是这是白棋瞄着的黑棋的白棋的杀手锏，再来破眼是吗？是破眼，好粘上，这是他先手，然后呢，下面是一个后手一只眼，你打了立是个后手眼是吧？对，但是呢，上面这个该白棋动手了，白棋怎么走比较好？这个几个下法啊，最稳当的是这个。是吧？最稳当的是这个，跳。对。但是那个黑棋跳，你下面能不能封住它？我怎么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呢？刘老师准备要吃棋了吗？不是，这个我怎么觉得这样下的话，是不是黑棋已经不太舒服了？就算能活。活，我给你活，但是你得去忙着这个活这个后手。我已经便宜了，只要能封住。这个活法哈，目数现在少了，这个少了。不，这个先慢一点，它主要看上面，嗯，有没有这样的棋，看看你如果断是怎么样，是吧？或者断哪个？哎，实战我看到实战已经是进行到，果然是跳的，果然跳了，跳了以后啊，已经下了，黑棋也跳了，啊，接下来还没走，没有这个没走，还没走，就我们先看白棋能不能。因为跳这个是个本手，如果不跳，比如说你敢大吃啊，或者走在这儿，这个棋要注意，这个要怎么注意啊？它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打吃，粘上能够断这个要小心。嗯，这一断，白棋可能只能从下面打，对对对，能翻出来，对吧？所以你这个本手跳呢，它就防止了它那个棋，是吧？防止了这个，你可不能步子太大，这个棋有一个这个。
这个要麻烦的是吧。所以呢攻对方也要注意自身的弱点，一定要这个呢李昌镐这么稳当的棋啊，他是哎我相信他会跳的。实战他如果这样，我是第一感是想这样，还有一种下法就干脆再来一下再压，但是他会跳，我觉得他不会长。他长的话被一会哎，这个我的啊，还或者你再走这个都可以，但是他可能会跳，跳就下一步风啊，不是那么你只有这个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这个他会冲断？对，他会冲断，这个冲断这个并不好，我觉得这个要小心。白棋、这个、因为白棋这个头哎不好，不是那么厚、啊。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最好的是跳住。跳住下面我就看看黑棋有没有别的办法，哎，你有没有别的办法王瑞？嗯，你要是往前走我就顺一下再来，我还可以再放一下，这样这样可以，这样是吧。我现在能靠出去吗？刘老师靠出去我就给着走。嗯，就这条缝啊，哎，黑棋一直往前走是不是也没什么前途？还有一种啊是这样搬，对吧，断。不，我这个棋啊，在这个时候长寿，我就先冲一冲一个，对对对，这个棋都很冲个好难、嗯、很难受。不冲一个，它会长出来。那我，现在冲呢？现在可以冲吗？嗯、现在可以冲，现在的但是不知道这个棋，这个就有点复杂了。嗯，哎，这个不怕 wash？ 嗯，有点复杂了，可以这个时候冲。这个需要计算。啊、哎。哎，这个棋跳到这里的时候啊，现在白棋李昌镐九段在长考，长考，嗯，还没下，有好几分钟了，嗯、还没落，还在下，还在长，他在我估计是想是跳风呢，我这个是比较粗鲁一点的，这跳风是第一感，我要考虑一下能不能走这个，实在不行呢，李昌镐觉得这个不成的话，他可能啊，他走会走一个形状稍稍的温和一点的，这个跳如果成立的话就。非常的严厉，哎，跳这个、啊。如果跳、这个、如果跳不跳的话，还能考虑哪几个选点呢？对，我是第一选择是这个跳呢，它是最我是最怕的这个，嗯，这个呢，是如何？这个可以贴这个？对，先贴一下，试一下应手。这应手他补这个，补这个，嗯。这个黑棋白棋有点感觉也有点怕，有点害怕，有点害怕，有点过头，因为自己有点有可能有过头，因为什么，他这个地方长完之后他这个有没有打了贴，对，嗯，这个比如说打了长、嗯、再一贴，这个长是先手、嗯、对，这个可能有一这个长先变成这样啊、嗯、这个黑白棋太无理了，不能这么下。好、哦、看到实战落子了，嗯，白棋啊，他没有跳这个，他往上一路，上一路，他就这么加，不要那么来，这样呢，你就冲走这个，搬这个，他能不能这个断？嗯，断这个，断的话，现在是能把这个子吃掉，是吧？吃掉，对，吃掉，他再走这个，一，哦，这样的我还可以。哦，这个要不要那个什么了？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我是不是退了？退退对这个，注意那个，嗯，这样，哎，只能退。哎、嗯，要交换吗？不交，现在不要交换。这两个不交换。对对对对，这样。这样的话，黑棋先手货还是后手货？可以脱先了吧、如果你要是脱先，如果脱先、嗯，我这个走这个，你就算拐这个先手是吧？这样。这么活，但是你这个被我一路打暴打，这个也受不了。这个我只能粘住。对对对对对，可能这个也受不了。这个是虽然是花一手气，但是白棋也很值。嗯，好，他没有走吗？看看实战，实战现在已经在贴出来了。对，压出来。我相信李昌镐选择的是对的。嗯，他那么走，他判断一个整体，他不需要彻底的像那么一下子我就要吃你，然后呢，他只要把这个形势控制局面就行了。嗯，他觉得形势不错就可以了。现在李昌镐是没有扳断，他也在判断啊，看看扳断行不行。
判断，假如走这个，他搬这个是吧？你大概是这个是吧？断上去，这要断上去，哎，看看你还有没有别的厉害的办法？能不能打了之后哪里？就这里打完贴上去。嗯，打了贴，嗯，假如，对，他可能会搬这个。中字有力的话，你就那什么了。就这个压不是先手是吧？跟那个没关系。这个压就不理了。哎、没有关系。这个也很厉害啊，但是你可能是吃这个，我就这个是比较看得见的，是吧、嗯？是这样吧？这比较看得见的，嗯，可能是这样，是吧？会不会这么进行？哎，我们看看，实战没有下。哦，他压的时候黑白棋暂时脱先了。脱先了。嗯嗯。暂时脱先，他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压一个。他是上面点了一手，点了一手，哇，坐在这儿准备，做点准备工作是不是。如果您不走，我就这么贴一下，你也受不了这一下。对，哎，这个交换，如果说黑棋跟着硬啊，嗯，跟着硬，跟着硬，是不是？那就不一样。争子或者是不多一手棋便宜了之后啊，他可能下法不一样了，下法也可能不一样。哦，他现在他觉得你搬一个，我是没关系，我在这走这个。他还是硬了。啊，这个交换，实战真的硬了，是的，实战就是这个。然后黑棋现在打吃，嗯，啊，还没有走，现在白棋没有走，实战就这么下的，对。现在贴下去也很诱人的一点啊，是的，想贴一个是吧？白棋贴黑棋是不是要打吃？打吃力，要打吃，嗯。打吃，然后立下，立下，嗯，这样子白棋暂时不敢挡啊，挡了他断，如果挡的话，这里可以断掉，对，对对对。但是这一旦的白棋就是多了一些先手。你还有一个办法，你说我干脆这样算了啊，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它长呢，长，那就干脆弃子，把这走了。哦，这样子外面两个都是先手。对，李昌浩是不是觉得这样也可以？他是稳当的啊，他就保持这个局面的均衡，就没有像我们那个粗鲁的直接断。他觉得断完，他活的也没啥意思，干脆就给他了。这边，嗯，可以跳吗，陆老？跳这个他会冲断吧？冲断。嗯，也是不能分段是吧？如果跳，黑棋冲。嗯，因为有一个冲断，不行。啊，现在白棋挡了。白棋挡了。嗯。好，实战啊，他还没走。没走。啊，白棋挡，对黑棋来说，应该还是会打吃吧。这样一吃就能度过了。我觉得他应该打吃。嗯，暂时还没下。嗯，这个如果没攻出东西来的话，这个看这个说是也，白棋如果只是中央走的话，也不便宜。白棋在这里、嗯、被黑棋的啊，对对对对对。还是现在白棋应该怎么办？嗯，白棋是贴一个，这个黑棋吃呢，像是没有办法，是要走这个的。嗯，好，棋谱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嗯，应该是会吃吧？对，嗯，吃一个我，目前还没有走，还没有走啊。现在白棋要经营中央吗？看看啊，他们两个都在。好，黑棋吃了。这个吃，这个要吃，我觉得要走。吃完了应该白棋
脱星白棋现在集中这个地方，暂时没有特别的手段，最多是这个或者这个啊，这个因为下不来，要么直接干脆就走中央，把中央走了，好，或者是把这个粘上，那么现在是李昌镐在选择，是吧？就是这里怎么定型？怎么定型的问题了？啊、是马上定型呢？如果把这个压两下的话也很大，压两下，这是一个。但是现在啊，黑棋的空现在很多。如果刚像刚才那个，没有吃不着这个白棋黑棋。白棋走了半天，如果中央没有盛出太多的空的话，这时空也要小心。就是白棋这个进攻，没有获得这想象中的收益，是吧？是的。好，白棋果然是打在二路啊，刘老。啊，用了您的招。我的招。哦，这样。二路打完定型。就定型了。就干脆这样了，那就。走完这就围中央了，那这两手是白棋的全力啊，对对对对对，先手全力，全力，然后他把这个粘上，对，粘上呢，看起来这盘棋也是粘上，下一步走啊，就有这个吃，就这个打，要进入官子阶段，哎，这个不先手能提，现在就白棋这是一路先手中央。这个拐也是很诱人，拐很大啊、哦，很诱人，对对对，是吧？他实战就拐了吧，实战已经拐了啊，拐了。哎，一天机九段，感觉这个现在又这样的话，有点儿。中府这一代处理的还是黑棋，我觉得是。我怎么觉得这个粘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压一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压？这个粘可能不急是吧？对，黑棋还也不一定会花一手棋在这里提。是啊，这个压一个好像也很诱人，因为这个都是你的先手啊，这个很大。如果粘上被他粘走，这个现在只有把这个提掉了。我看李昌镐还是特别稳当，感觉是太稳当了。稳当稳当稳当，哎呀，我怎么觉得他一点没有，一点是不着急啊？怎么我都替他着急，他不着急。我怎么觉得这样被黑棋便宜了，他也没关系。莫非这个白棋的判断啊，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呢？乐观，所以说过去说伊田对李昌镐的战绩比较好，可能他知道他的脾气。实战就这么下的。对，这样下的话，我觉得黑棋很舒服啊。好像黑棋很舒服。对呀、啊，黑棋等于是拐到了，都走着了。刚才被白棋压过来之后，中间其实白棋是有一些潜力的。对对对对，而且像我这个，我至少我的压一个，他退一个，那么我再粘也好多了。你拐要走这个，你如果敢搬，我就断了。我觉得这样也比那个强多了。哦、这样下的话，黑棋出头没有刚才那顺畅了。现在你走这个搬了之后。现在断都不敢断，这样断了一路打过去了。是的，是的。也不敢。哎，这里白棋感觉脾气是不是太好了、啊？太好，好脾气。这样感觉是黑棋很舒服。他们就要，而且你看他还打这个，脾气好。这里白棋的死活有没有问题呢？暂时不怕，好像没事。中府是有。基本上有一只眼，这里有一只眼，这有半只眼，对对对对，中府有一只眼。中府的话，他要靠这个要先手，应该暂时是，对，不会有死活问题，暂时不会有，这个吃不掉。要早知道这样吃的话，那个我之前就想那个跳啊，跳杀的，哎，李昌镐是好脾气，我反正跟我这风格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如果刘老上场的话，可能这个就直接跳上去了啊。就一不跳上，我也会压一个，然后再说跳，我不会走在这里。我至少这个子放在这里了。对。他脾气太好。这样的话，黑棋的控，因为这一代啊，我觉得白棋都损控了。这儿花了一手，
这个也是没捞着什么大的空。如果中央只围中央的话，没啥意思。啊，把吃了之后，现在是煎，就感觉要收官的。对，还是想回到收 收官的节奏啊，是吧？想这样。但是收官的话，现在形势怎么样？形势，刘老要不要帮我们简单判断一下呢？现在啊，哎呀，现在如果只是收官的话，有可能控上来说，就是白棋并不乐观啊、不是乐观。看起来眼见的话，黑棋因为要早知道这个地方，总觉得是亏了。黑棋实地比较多是吧？对，有些不乐观。他们这个需要这个什么收官的感觉了。嗯，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不是把那一盘棋啊，还有一盘棋，我们是不是这盘棋就先告一段落？告一段落，把那盘棋是不是大家也需要给大家介绍介绍？是吧？这个因为要那盘的话，这盘就先暂时暂停，等一会儿我们再回来。一会儿就，这盘棋还回来吗？还回来也可以。哦，是吗？嗯，可能就要再进去那盘棋，这盘棋就我们一会儿直接跟大家这个公布结果就可以了。也可以，等看看情况，因为这个棋他们要往下走啊，就是一个收官棋了。收官棋呢，一会儿半会儿玩不了。好的，嗯，那行，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已经跟棋局同步了，现在棋谱就是传到了这个白棋132的小尖。好，目前来看呢，局势应该是，应该是一田之黑的一田还是不错的啊。刘老，我们刚才导播说，我们要不然跟大家再多介绍一会儿，到两点钟啊。好的，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几分钟，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白棋走在这里呢，如果你爬一个，大概是这样啊，他这个会搬，你断，对吧？这个棋呢，他的贴先手，大概白棋能够先手走成这样之后。然后呢，他再比如说，他再转哪儿去收官？哪里定型啊？定型收官。中央如果没有什么目的话，他就把这个收了，把这个这么定型收官。这么定型收官的话，黑棋正常收，好像黑棋的目还是可以，但是李长浩官子很厉害。对，官子很厉害。这个我们敬请大家来关注一下。但是这个棋啊还是个小胜负。嗯，是吧？还是小胜负。这黑棋不走了吗？这个不走，不贴这个，还有别的选择。他白棋是希望是就这么定型完了。中央还有黑棋要么在这个地方先手走一走啊，这也是先手。暂时现在该黑棋走，他还没落子。对，但对白棋来说，中府啊，可能对双方来说，中府比较难走的，比较难走。嗯，不知道该怎么定型，这个如何判断？这个是一个，这个挺难的。中府如果定型之后，应该这个棋局就比较明朗了。嗯，现在我看到这个 AI 给出的胜率啊，黑棋现在胜率是已经是94，对，这个领先的黑棋那就是明显的好了。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完全啊，就是这个参照 AI 的胜率，就是它 AI 给出的胜率啊，80多90多，看起来好像比较悬殊，但实际上这个棋局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两目领先两目三目的样子。现在李昌浩还是相当沉着稳当的啊，还没有。12点开赛的话，现在不到2点。那么就是说，还是可能还没有读秒。是的，至少是有一方是没有读秒的。看到李昌浩九段现在迟迟没有落子，那么。
该黑棋了，你一田九段还没有落子，对，说明他还是有这个思考的时间。现在他们每方一小时是吧，现在时间还多，每方有一小时保留，一小时保留时间，现在十二点开始，哦，现在两点啊，还没有进入读秒。嗯，现在其实对黑棋来说形势还是不错的啊。对呀，黑棋现在在考虑怎么样收官的问题，怎么定型收官。我的第一感是还是要跟着他走，他呢不好像不想跟着走似的。哎，走了，现在跳。啊，跳一个。嗯，是就这么走的啊。跳完之后上面压了一个。啊、哦，黑棋还是对中走的比较厚，有点担心是吧？不，这个也很厚，也很厚。这个爬回去大概有多少目啊？这个爬回去多少目？也很大。对，十几目是要有的。它中央定型之后啊，它在中央走起来它就方便了。嗯。哎，你中央围啊就比较困难。对。白棋还是跟着硬了一手，不着急，对吧？其实从这个这个棋局的章法来看，白棋还是不慌不忙的感觉。对，这么定型啊，就可能比如像打吃一个，比较常见的，它粘上，然后呢顶一顶，嗯，这个是常见的一个定型方式。这样的白棋的味道也不太好，黑棋啊，我感觉是应该这么下。他实战没有，还没走啊，黑棋没有走。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打了顶，对，把这里马上定型。对，啊、哦，现在黑棋是冲一个，扳住，然后从这个地方钻出来。对，哦，他怕你打吃，有可能他不硬了，他把这个口给封住。哦，这个不硬啊？他害怕这个。这个提不大，他要走只能翻打这里。对对对对对，他有可能他就爬过。对对对，有可能他害怕这个。嗯。中央都是白棋的嘛，是吧？他可能就封住。也有这样的担心，嗯、是吧？他现在是直接从这个地方走出来呢，之后啊，你这个首先你冲他能长，这个是他不隔不断。对。这个头出来之后，他以后断你啊，这个味道不太好。哦，那这个很大。这个很大，非常大。很大很大。围控的话，白棋有点辛苦。在中央围棋围控啊，嗯，你可能只能是这一类的围，就反正他就往外钻呢，空不大了。是的，嗯，实战就这么下的。就两位棋手还是判断中府要比这个爬过。嗯，现在目前来说更大一些，白棋只有围中央了，但是呢，这个棋呢，应该说现在是黑棋，白棋团。白棋团哪个？哎，团这个，团这个，对，团这个，这个子就被吃掉了。嗯。收官，他吃的时候其实他直接挡也是可以的。不，这个团一个呢，他这个下一步他有一个扳，扳，嗯，他这样呢，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啊，比如说我点这个中央的棋，有可能是受到威胁。那如果黑棋利呢？啊，利的话已经便宜了，对，我这个团已经便宜了。是是是，然后再爬回来就没那么大了。对对对。然后这个是的确是搬了一跳啊，你如果这样，那不是就这个很危险了，是吧？对，被分段了。对，下步有手段。嗯，他立了一个，被他便宜了，被白棋便宜了。这个还是要立下去。嗯，对。这便宜之后呢，是白棋在别的地方进行。继续收官，嗯，但是现在的给的比分呢，还是黑棋明显要优势。对，但是有所接近啊。刚才白黑棋最高是94，现在是89，嗯，嗯，正常收是黑棋控是多的。团过之后，现在白棋看看是收哪里，这里也很大呀。这边如果被黑棋吃回来，嗯，对。也黑棋也增长不少目数，是。看看白棋会不会考虑把这两个子救回去啊？如果你救回来，不管是走哪个啊，嗯、不管走那后手，
因为它这个是个联络型的，能联络，这个吃不掉是吧？靠靠，那它不管是冲哪个，它都是回家了，是吧？都是回家的。这个，是联络的，联络形状。所以呢，这个是只是木的问题，不是先手。白棋下面主要中府也不太好收。中府啊，你如果跟着走呢，他就跟着你走，他就一路路往前钻。但是这个压一个这样的话，他就跟着，反正如果这样，白棋就把这个收掉。白棋现在刺了一手，刺了一个，好，打，那就粘上，粘住是吧？实战就这么下，还没有粘，这个应该是要粘的吧？这个要粘，粘完之后，黑棋再粘回去。这个白棋。黑棋要粘啊，他交换一手，他还是准备要围控。不，要围控了。这个控中间，比如说是这样围啊，怎么围啊？他反正他要围了。现在看起来这盘棋肯定还是要，漫长的观子是吧？漫长观子，观子的阶段了。那么我们暂时是没办法。跟大家把这盘棋完全的跟到最后，跟到最后，然后因为还有另外一盘精彩的对决。如果跟到最后，那么另外一盘棋的时间可能就不够了。是，那么我们也稍作休息，过一会儿我们来看另外一盘这个小林光一九段对曹新全九段的精彩对决。好的，好，一会儿回来。